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毕哥新耳饰打好十一段，女导毕哥以80个价格买入的143伤害耳饰，主属性法防41点，下排初始伤害53点，已经打好了11段星辉石。二，梧桐曝光毕哥进排善恶马，女导物理系毕哥的宝宝，从未完整对外展示过。梧桐在直播当中曝光了毕哥的两个进台善恶神马宝宝，这两个宝宝全部都是翻页的，并且资质也非常不错。三，熊无敌三宫号买是红宫谛听。一直以来，熊无敌老板都非常热爱三宫暴力玩法，近日他又给自己的三宫号更新了一波，买入了一只完美技能的是红宫谛听。四，熊无敌打废11技能宫谛听，主播梧桐操刀给熊无敌买入的11技宫谛听打输，没想到一本死亡兽诀上去直接顶掉了关照万象技能，这个谛听变成了瞎子，身价瞬间跌了几十倍。五，冯总淘汰进台善恶马，冯总在紫禁城的一只12技能进台善恶神马魔童，因为技能不够完美，资质也比较一般，已经被他淘汰对外出售了。